刚才这个全都是叫国际的节目现场，今天新闻幕后的单元，带他先来关注的是黑的该东亚的情势哦。咱今天呢有请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特教研究员郑福生教授为大家来做分析。郑教授，下面呢五分该行业嘛吼，下面从观众先上下问下。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教授吼，咱开始你到了近期的拜吼。当然，讲，今日来讨论嘅系东亚嘅国家情势吼，尤其，先对咧个北韩来看好咧，因为北韩咧个礼拜之内咧两度发射导弹，一种国家一个东北啊个时区啊，一下又变到东京中来用咧，咁高速唔用看，中华北韩为先头咧个世界咯，尤其南韩未头咧个世界，刺杀咧个对香港来刺杀咧个导弹，都好南北韩叫下下飞弹，你用看。伊啊，北韩哦，沙飞弹咧，轻有轻度的准备啦，啊，伊上个礼拜呢，杀起巡弋飞弹，巡弋飞弹呢，起来射程咧1500公里，啊，所以呢，大部分日本的地方啊，会被杀到，啊，规个南韩全部在个杀程的范围，诶，那也建议杀起移动式咧，弹道飞弹。所以我那火叉打歪，所以你千难存到佢啊。所以亚中咧，所以北韩啊，沙亚两种弹道飞弹啊，是同日本啊、美国、中国大陆啊、苏联啊、俄罗斯啊，同亚都讲啊，爱北韩啊，系存在爱系有能力杀弹道飞弹、带核子弹头嘅弹道飞弹咧嘅国家，所以啊，你要大家要注意爱啊。不过呢，外相啊，亚伯啊，金正恩啊，佮佮沙亚飞弹啊，主要的原因啊，系过去两三年啊，佮佮亲眼闹的啊，川普总统啊，特别喜欢佮啊，所以啊，对啊，见面两拜啊，全世界就注意到佮啊。不过呢，亚拜登啊，啊，亚几年啊，亚几十年啦哈，因为碰到轻度的事情，有改变佮对北韩的态度吗？所以北韩啊，暂时啊，不用旁边。没提重要问题啊，所以金正恩想啊，亚拜呢，美国碰到太难题、内部的难题，还有国际问题的难题，所以呢，都好趁亚拜机会啊，杀几两三枚飞弹啊，啊，本美国啦注意一下啊，看看呢，美国会有用蛮样的反应啊，也应该基本的看法。所以讲，欣赏这位来讲，佮第一集佮上来次美国个反应，后面会插机嘛吼？第一集都会讲。后面有希望讲，相关各方吼，是个大家个坐下来关心佮坐下来好好个来谈判安尼。亚拜啊，其实天一拜沙飞弹啊，啊，当然啊有轻重要意义，因为啊，中国大陆嘅外国部长王毅都好啊访问南韩，访问南韩呢，同南韩嘅总统开会嘅时候啊，北韩佢就沙亚飞弹，所以沙亚飞弹意思呢啊，讲啊，你中国大陆咩做唔得咯？不同系當像小兄弟咁樣啊，啊，我嗌做乜嘅就嗌就做乜嘅，啊，嗌咩冇聽乜唐人嘅，啊，所以啊，也新嘅意義啊，啊，嗌像日本、美國啊，全部注意到也嘅事情咧。同時，你又看那個美國、日本同南韓係用反應，夾夾開會來進行。啊，見那個反應係乜嘅咯？先生，做啲老人分析一下。美國、日本、南韓。对于亚亚伯北韩杀飞弹啊，当然伊会注意到，因为呢，伊系按那火叉弹背，伊个移动时咧，你潜到伊嘅，所以亚伯啊，南韩咧情报部门啊，特别讲，佢潜到亚伯杀飞弹咧位置，在哪位杀出来嘅啊，所以亚伯，所以也注意到，大家注意到新嘅问题啊。不过呢，从以后发展来看呢，北韩嘅问题啊。暂时啊，还咧黑色，黑太阳问题哦，啊，包括呢，美国你看呢，啊，同中国啦，哈，对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同时呢，啊，美国呢准备啊联络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其他国家，啊，进展新的一个这个战略布局的发展，也爱向等下诶主持人会同大家来说明一下。当然，那个美国其实。过来全都咧个北韩问题吼，其实美国对北韩来讲，咩讲唔可以插旗啊，咩讲，然后强化坐下来好好来讲嘛吼。
不过其实他就讲，其实我不用用对北韩的制裁，但是对北韩几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来讲，可能会有内条个影响咯。也喺朝鲜半岛的这个无核化的一个计划啊，其实呢，系一只烟雾弹枪用的。因为啊，北韩啊，佢冇可能啊，冇可能放弃佢核子武器的发展。你讲讲咯。因为佢如果冇只核子武器弹道飞弹的能力啦，冇人会察觉啊。同时呢，佢有一定能力以后呢，啊，日本要买改装，美国要买改装，中国大陆没有买改装，佢也被故条条故意要来杀呀两种的飞弹呢，就说引起所有国家的注意。同時呢，美國會想到要去談判，會交換條件啊，本期一些經濟上的資源啊，中國大陸你啊本來就本美國啊本北韓啊，搶奪經濟上的資源，其上的核島啊，所以從也的情況來看的話，金正恩也的做法啦，我想是相當聰明的做法，佢咪清清楚知道日本、美國、中國大陸。全部冇希望南北韓啊統一，也太一個界界想法咯。你南北韓分裂啊，按呢法呢，你太一個界就兩邊就搞也兩輸出列，也兩輸出列呢，兩邊全部得到好處啊。所以呢，也是話南北韓啊，自家人啊，要想清楚，也一個界到底要朝乜嘅方向嚟發展。啊，莫本太一国家混弄于故障之间，哈，也系外看法。诶，你睇金正恩其实佮咪当聪明嘅，佮你睇就话那个武器，哈，佮人希望讲美国系同制裁做下兵配嘛，哈，还能将来好好讲嘛。对。诶，不过你睇美国，爱听人问嘛，美国唔肯同制裁兵配啦，做嘛不要你咯？因为也系制裁系联合国诶制裁。因为呢，北韩啊，佢发展的核子弹道飞弹的武器的发展呢，违反到联合国核子武器扩散的问题，所以呢，也联合国的制裁一个方法呢，美国冇办法当面来讲取消。不过呢，美国呢，基本上佢也当作佢筹码来运用啊。所以厉害的情况系，美国基本上啊，冇马上去插北韩的事情。因为啊，美国自家啲啊国际问题、内部嘅问题啊，麻烦千多咧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咧，啊，比北韩啊，而啲啊做嘢嘅做法啊，系相当聪明咧，引起人嘅注意。你下就看美国从中国大陆针对北韩嘅问题，有冇可能啊达到一个共识？而喺共识呢，需要谈判咧，啊，所以呢。美国每天啊，其实用嘢理由啦，哦，从邀请习近平啊，你坐下来谈谈的北韩的问题，所以你见个面，哈，来谈一下，好好来讲一下事情，我想也咩一个新的方向来发展。先生听头下有讲到吼，他那个礼拜都和中国大陆讲外交。王毅都还没访问南韩嘛？其实佮对那个北韩个问题，佮有发表一个讲法，所以讲，你看中国大陆想要做对朝鲜半岛有利个事情，各国呢应该对着那个方向吼，对法来三方答辩来三方来做。啊，你个表态一向，无特别个极端，没唔爱讲特别个温和，你用文款哦，其他你讲，系个表态嘛，该拿中国。中國你下判斷太麻煩，也係乜嘅麻煩咧？就係你下西方嘅國家已經開始對中國嘅發展啦有封閉咧，啊，而西方嘅國家以美國為首，嚇英國嚇，還有日本、澳大利亞、澳洲嚇，也多數嘅國家感覺講中國按嚟發展下去嘅話，有一件啦，中國會變世界第二大強國啊，強國。也一种讲，西方的世界啊，唔愿意看到亚种情况发生，所以呢，尤其喺美国、英国、欧洲、加拿大、哈纽西兰成立一个叫五眼联盟。也五眼联盟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存在以后，本来系对付俄罗斯的苏联呢，啊，你啊，中国大陆变成。西方世界替代的什么？替代威胁啊！所以你要五眼联盟也组织呢，
啊，针对中国大陆去布局一只新的啊势力范围。也是势力范围啊，就以五眼联盟为主，就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欧洲、纽西兰啊为核心。也核心呢，其准备来日本、南韩，还有印度啊，其他法国、德国其他国家来成立一个共同来围堵中国大陆的新的联盟啊。所以亚拜呢啊，南韩啊，金本日啊，曹本日啊，就同英国另外一个部长啊啊进行谈判啊，要会谈。也会谈呢，英国准备邀请南韩来加入也五眼联盟，共同来对付中国大陆。那外相中国大陆改变啦，得到也情报嘞，所以王毅啊访问三个东南亚国家以后啊，就到南韩同南韩讲也白也事情哈。基本上南韩啊，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南韩同美国也五眼联盟啊，行个政权啊结盟。那啊，你话北京对南韩的态度就会改变，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只啊试探南韩的态度啊。所以啊，过两年啊，南韩的外国部长同英国的外国大使对谈的内容啊，如果啊宣布出来的话，还是会对啊后一步的发展会有影响。因为拄好那个时机点，是先往年访问南韩前，没访问。越南、柬埔寨还有新加坡嘛，那都好。越南同新加坡都会进前美国副总统还是访问过呢。系啊，系啊。所以那个时机点系都按都好，那主要是为到唔希望那个五眼联盟个啊那个势力再个扩大，系咪？第一啊，所以啊，基本上啊，过去的两三十年，也系事情啦。五眼联盟准备发展啊，扩大个联盟的范围。来日本、南韩、越南、新加坡啊，也亚洲国家啊，来对付中国咧，也加个啊，已经去谈咧啊。所以呢啊，大家互相沟通啊，但是啊，也情报啊有泄露出来，泄露出来，因为中国大陆地图也无来先发给一下，先讲谈打探清楚一下，害怕会起麻烦，所以呢。啊，你看看美国的副总统去越南，越南呢啊访问天津日，越南的这个国家的主席马上同美国副总统批评中国大陆的亲严厉的话呢，啊，个新闻稿啊，其实是删掉的啊，所以也是讲越南基本上他们不太愿意啊先一边先美国这边，所以越南基本上希望从中国。美国两边也可以左右逢源啊，以这点两边拿好处，也系越南的态度。新加坡呢更明显啊，新加坡基本上就直接同美国总副总统啊，这个贺锦丽直接提讲啊，新加坡的态度希望美中两国啊和平进和，莫相打，莫相持，因为也会造成全世界灾难啊。所以新加坡基本上的态度没安的啊。所以你下看哦，东北亚一片，日本你下咩千条通啊？兼啲咧，完全照美日军事同盟嘅方架构嚟加入啲五眼联盟嘅对付中国嘅一只同盟，还呢保持一只啊经济上同中国大陆互动亲密切，那安全上有美日军事同盟嘅合作，也情况啊到目前为止啊。很没清清楚，因为咧啊，去年二十四日啊，在华盛顿有西方安全会谈。嘿，先生，你好，讲了西方安全会谈的部分吼，咱先歇困一下啦，我们等下过来继续讨论。OK， 咱先歇困一下，等下过继续过来关注归改动画的情绪，保管台美关系，歇困了后继续来关注。
这个全都节目的现场，所以带下来关注的是东亚，尤其是台湾关系的发展哦。今款有请到的是曾福成教授，为大家来做分析。教授，当然讲到吼，上半场讲到那个法夫托下次礼拜五个时间吼，就会来判那个跨的个会谈吼。哎，杜后最近没有一个议题啊，讲那个。尤其跨的係關注咧印太嘅事區嘛吼，最近韓語嘅問題上，每人都會講，誒杜後最近有哪個生出來講，希望台灣咩事的來來呢個跨的地步，當然先生用看跨的關注嘅可能會乜嘅，啊台灣嘅議題又係用來看咯。也係西方安全飛彈嘛，啊2020年就開始咧，不過也係期間啊，有位國家想要講同中國大陸。做贸易啊，做生意啊，要赚钱，所以呢，也一跨的就怕停摆了啊。不过呢，要最近两三年啊，川普政府啊，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啊，伊想到也无成立一个新强的组织啊，来帮同日本、欧洲、印度也三个其他国家结盟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话，美国一个国家来对付中国大陆啊，力量唔够，无啦啊，所以呢，也基本上就会从川普政府开始啊，也跨的啊，西方安全会谈的重要性啊，就建起来啊。川普政府败选啊，拜登政府上台，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啊，佮想到个主要国家安全的指导，佮咪想到说，用个也跨的。用嘅西方安全飛彈嘅架構來圍堵中國大陸係最有效嘅一個方法。所以呢，佢想到說啊，必須要拉攏啲日本啊、歐洲、印度強下來做嘢嘅事情。啊，2024年啊，誒拜登政府啊，佢要去白宮啊，召開一個西方安全飛彈嘅領袖嘅高峰會議啊。日本的首相啊，印度的总理，欧洲的总理全部会到啊。其主要要谈的问题啊，至少有四项。嗯哼。第一项是日基的主要国家要处理的疫苗的问题啊。因为呀，疫苗啊，也全世界呢全部什么缺乏呀疫苗啊。如果以美国作为领啊做头。啊，連讓日本、歐洲、印度啊，強下來用嘢疫苗啊，產生足夠疫苗來幫助也係其他國家發，也係跨的西方安全會談的加持，為本其他國家肯定，也就做得什麼？從中國啦相比，你西方世界西方安全會談的會員啊。对亚世界的贡献比中国还大啊，也系挺重要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共同的合作，面对亚气候变迁的问题，因为气候变迁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尤其系第三世界国家，全都无办法处理啊，所以气候变迁问题的难民越来越多，所以必须要联络亚的国家，强化联络起来啊，来处理亚的问题啊，同时呢，别中国啊，接受西方国家制定的应对气候变迁问题的方法、条约等等啊，也是听一点啊。第三点呢，也就是避免的，也避免为什么呢？啊，主要原因是做筹备啊，大家听到一个新的消息，就是美国同英国啊，准备为欧洲啊发展。核子动力的潜水艇，也有能力呢啊，让美国、英国同欧洲的规个在西太平洋、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啦，会强化程度啊，也对以后啊围堵中国大陆，也规个战略布局啦，有清代的什么变化啊，就也第三点啦，核避免。但是呢，亚伯的西方安全会谈里面会谈到亚的问题。先生，我想问一下，尤其最近前
蜜罐浅助脸，还有台式其他附贴吼。其实佮就讲过，迄个同台湾咪强款来你看的，然后来强下来合作来增加你个影响力，先生你有看咯？呀，蜜罐浅伊呢助脸吼，个台式伊个川普政府的政务官，伫伊遐下台哈，呀两三礼拜以前，佮有伊个视讯会议，伊按台北主办呢，哈，佮有公开表示，哎，美国应该考虑啊，应该考虑同台湾南越。也西方安全会谈，诶，他个里边，外相也喺美国没有部分咧，利哈拜登政府诶重要诶国家安全的政务官啊，也点咩上有也想法啊，也主要呢啊，其实啊，佮提重要反应系咧，中国态度嘅反应，都像系诶应对中国嘅威胁嘛，系咪？应对中国嘅威胁，台湾做得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诶力量。但是呢，啊，美国、还日本、还印度也得国家，会考虑到中国态度的反应会到某个程度啊，所以呢，也立下整个规个个安全啊，关于台湾的力量的布局啊，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精彩，咪越来越复杂哈。上礼拜开始，嘿，哎，你就发现了啊，从九月、十月，你看连续也三四年了哈。你看美国、中国，哎，你台湾、中华民国，全部什么开始出步啊？也出步呢，全部是高速高者哦，咁讲哦，也系挺精彩啊！啊，你看看啊，开始你看，川拜登打主通，来打天花板习近平，啊。以公开表示，嘿，我拜登主动打电话问习近平。习近平谈话九十分钟，哈，也九十分钟的电话谈话呢，当然有很多内容啊，啊，有一部分的内容，哎，你厉害很低啊。不过呢，对，而家中国你长期要再个强调嘛，低那个部分。系啊，啊，过两三年，啊，中国的外交部长又讲，哎，谈话很有建设性，啊，很坦白。海拜呢，我保持也高沟通的管道啊，也挺有用的啊。不过呢，听音乐啊，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披露一则新的消息，也是有些是嘛个呢，讲这个台湾啊，我从驻美代表处的名称，从台北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哦，那件事情你认为有可能吗？啊，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啦。因为三月份，哎，中华民国咧外交部就正式同美国提出也申请啊，希望讲从台北代表处改成台湾代表处。嗯，所以也中华民国外交部的立场啊，也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也高层地位啊，美国外地啊同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还包括主持人，我要讲清楚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美国处理两岸的事务啊，有五种的方法，五种的模式。嗯哼。第一种就是台美关系的关系同美中关系平衡发展，以就是美国同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同美国同中华民国台湾发展关系平衡的无相关的啊。各自做其他的事情啊，也提另一种模式。另一种模式呢，美国同中国啦，共同来管理台海安全问题，共同来管理台湾。啊，也咩发生过啊？2021年发生过啊？啊，也提另一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呢，美国啊，有台不反中，就对台湾友善。但是呢，美国人咩希望同中国大陆啊合作啊，做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有台不反中，也第三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呢，美国一种有台，所以说美国对抗中国，但是呢，美国支持台湾，哦，也就是第四种模式。第五种模式啦，就美国同中国谈判的时候。拿台湾做谈判的筹码啊，来交换对美国更加重要的议题。所以呢，有五种模式啦啊，美国嘅总统
国家安全的官员啊，全部结合起来，根据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啊，做一个基础。五种模式给随时调皮运用。我问一下讲吼，对于你阿伯阿舅阿内讲，我可能来改名阿内改消息传出来，你认为讲，嘿，咩其实今年已经开始有准备阿内事情了？哦，有准备，有准备，所以伊就老有五种模式，也其中啊，给去调皮运用。我本来的想法就安尼，个人不出所料啊，啊，过几年来。英国的《金融时报》又露出了一个新的消息，讲诶，也美国啦，拜登政府啊，同习近平啊谈打电话的时候啊，讲拜登政府主动邀请习近平啊，从希望今年的深夜去意大利的罗马啊，讲话的时候啊，希望讲能做的这个表达啊见面。习近平拒绝，所以呢，《金融时报》就表扬消息讲，台北代表处要改名台湾代表处，也是五种模式啦，这个变化运用的结果。好，好，落来欣赏。